大家好，欢迎一起来做题目。这是易课的每周一练0115。第一关，我们要攻击白棋没有连好的地方。这样反题，所以白棋会挡住。这个时候他就做不出两眼了。第二关，因为白棋这个是明显的眼形要点，所以黑棋要先抢他的要点。那这个时候这里有切断，这里又有度过，所以白棋呢一定要景气，缩小空间，白棋会做眼。那现在黑棋要小心哦，不能够先断。现在在破眼的时候，白棋提掉，黑棋点白的黏，黑的就接不归了。所以这个时候黑棋直接挖是好棋，白的下这样子的话呢，就被黑的杀死了。第三关，因为如果断的话，白棋是打劫活，所以我们就抢它的要点，然后它连接，我们再来灭眼，它保护断点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喂毒药，它就变假眼了。第四关，先攻击黑白棋的断点，白的要保护这里，然后这个时候要怎么样破坏这个眼睛呢？就要紧他的气。白的如果挡住的话，接下来他不能做眼，因为叫吃是接不归，他可能会切，我们就反打在这里，这样他还是不进子，就死掉了。一到四关有没有觉得很简单呢？那我们今天做到这边，下回再见咯，拜拜。